六七家子吧，今天来个虾王七个，看我能不能成功。不成功的双击就不要比了。我说啊，一元一只的生蚝你嫌贵，可是这么多老铁都在排着队，生蚝走一个。嗯，太香了。来夏天了，很多朋友啊都吃不进饭，不妨来一点我们家的开胃小菜裙带菜，因为长得这样的裙子而出名。再说它要比海带还点量要高，而且口感要好，满满的一大箱，咱们家宝宝五斤装才需要16.9元，而且可以包邮，不妨可以支持支持。嘿，那个大块头全网你们都在找墨，今天墨来了啊。嗯，哎呀，嗯，有没有墨？二贵了啊。